接多久？谢谢，来，好，谢谢，来往这边走，好，谢谢。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情人节你们选择在哪儿过？我们当然是选择游乐场了。我们后边就是邯郸方特，而且还是情人节专场。对，今天门票是199两个人，这种羊毛我俩当然得薅了。前面那个树，对，好大呀！我们现在进来了，下雪本了，跟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是。我们是第二次来邯郸方特了。上次还是上次，三年前了。对。第一个就去学学成语，因为邯郸是成语之都嘛，好多成语都是出自邯郸。我们第一个项目疯狂成语打卡失败，排队时间太长了，要等40分钟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排队时间短一点的，这样先马上玩，我们倒着玩，我们合理浪费时间吧，避免大量的时间去排队，对，我们合理利用时间，先进去看一眼呗，是这边吗？到5点，这一场满了是吗？已经开了。已经开了，好嘞，谢谢。你还记得这儿吗？不记得。一梦，我只是梦到过。好吧，这就是个剧场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对，咱往下走。不留神，石来运转了，还没完呢。从黄粱一梦出来了，这个特效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喜欢马补天那一类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是纯特效，对，这个是特效和人结合的嘛。看看啊，对，你看看往哪边走？走。有鱼儿呗？有。哪有啊？有树叶。不过这个教育意义倒是挺，是吧？不要追求一时的功名利禄，自由自在就好。比如做旅游自媒体。现在正在等女娲补天，这个应该是邯郸方特里边人最多的室内项目人，对，室内项目人最多的一个地方。到了，哦，这儿人也不少哎，这儿亮堂。经过了三波排队，终于进到最后一波了。
煎饼侠。各位坐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别叫了，菜系是我的。这儿有冰箱贴吗？没看着。哇，天快黑了。小一点。我们从女娲补天出来了。下一站。下一站是哪儿？牛郎织女。这个女娲补天是排队时间最长的，我们排了得有五十多分钟，没白排，值得，值得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够了！哎，每次看他们走都可爽了。我们第三个牛郎织女。哦，没人排队。这个是没人排队吗？我们现在开始排牛郎织女了。我这头发是吹的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晃的。怎么头发变成那样了呢？晃的。秃了。我头发秃了。这儿还有那个按摩椅呢，等累了以后，怕累了。对。哇，好黑。哇，好黑。我本来想录一下的，然后发现好黑啊。牛郎织女，我们进来了。一脸屎，要一脸。你不见不吃吧？织女，你祸不得凡心，触犯天条，快快随我回天庭受罚。金牌银牌大盘点，不知道。元宵节后，捷豹多，不知道。别丢人了。那个，然后是特色吗？啊。然后背上好看。啊。什么东西？然后那个泡泡糖，不知道是应该爆米花吧？啊。69一个，我就又回来了。瞥了一眼，这还挺帅的。我好晕啊！也有点意思，看后边人。啊？对，没有之前来的时候人多。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，将国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，数十万人口翻山越岭来到中原。华夏文明并没有止步于自我满足，而是将灿烂的文明之光照耀海外。生生不息五千年，砥砺奋进五千年，中华文明曾献给世界无数个传奇。我们从九州神韵出来了，我们已经被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、灿烂文明折服了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哦，这个里边现在都没人，这相当合适。我第一次这种不排队的，直接往里走。肯定的，入口。
啊，累死我了，我咋还往里走呢？这个绝了。我们赶紧往里赶啊，这赶紧往里赶。这都是坡度的，应该没事吧？还有，接着走。哇、哦，绝了！哦，到了。四位，我们是四位，还有其他的。好，四位休息一号。好嘞，谢谢。刚才是撞到你了是吗？我一下子就撞到旁边那个，就是他那个不是有垫着的那个边上了，给我撞懵了，感觉我散架了。二康。